我们讲快点好了。好，你想吧你啊，不知道要看东西啊。啊，这游戏真的很漂亮啊！我觉得我们不要说是玩法啦，我们就直接讲说它的造型，它造型就值得一提啊。不管今天怎么样啊，我觉得这造型就是美。好可爱哦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关一下那个电视。我们先抽一下好了。我不管那么多了。还有，其实它这个公司，好像有蛮多这类型的手游啊。因为我之前有玩过它的水族箱版的，我真的觉得很不错，就会想要一直去玩。我先给你们那个聊天，不要。安妮啊，喂！他说我三连胜欸，我昨天都在摆烂啊，这样也有三连胜啊。我选择这原因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是不会计较说你有没有怎么样，反正就是你就算离开了，他也会给你，也不会扣你的什么分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中途离开的话，他还是会判断你有没有获胜，很像会帮你变 AI 的样子。对啊，会帮你自动玩。所以你们其实也不用投降，这什么？十七，非常帅哦。因为他们有所谓的信誉机制，所以我这也是我觉得这游戏可以继续玩下去的原因。你就算玩到一半想要中立也可以，而且他可以直接让你投降。好了，我赢了，这不用讲了，就这么强。